好，各位请就座。请各位就座，也保持会场的肃静。我们马上开始开会。请各位保持会场的安静，如果有公务必须要交谈的话，请离开会场。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108年度至109年度，宣读完毕。好，报告联席会，今天审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第8款到第16款，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项目处理表及提案124案相关内容。宣读完后，我们进行协商。10点钟，我们开始协商。协商后，各个行政机关留1名检任主管，在会场听取协商结论。现在开始宣读。宣读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108年度至109年度税出机关别预算表第8款，交通部主管581亿1308万1000元，108年度248亿2390万7000元，109年度332亿8917万4000元。第一项交通部201亿7740万9000元，108年度76亿7247万6000元，109年度125亿493万3000元。第二项中央气象局11亿5800万，108万元，108年度5亿5800万元，109年度6亿元。第三项观光局及所属10亿元，108年度4亿元，109年度6亿元。第四项公路总局及所属128亿2500万元，108年度61亿7000万元，109年度66亿5500万元。第五项铁道局及所属229亿5267万2000元，108年度100亿2343万1000元，109年度129亿2924万1000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78页至第91页。第9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2亿元，108年度1亿元，109年度1亿元。第一项核能研究所2亿元，108年度1亿元，109年度1亿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91、92页。第10款农委会主管75亿5660万元，108年度36亿7650万元，109年度38亿8010万元。第一项农业委员会24亿3400万元，108年度9亿8100万元，109年度14亿5300万元。第二项林务局15亿7260万元，108年度6亿3550万元，109年度9亿3710万元。第三项水土保持局25亿7000万元，108年度13亿元，109年度12亿7000万元。第四项渔业署及所属9亿5000万元，108年度7亿5000万元，109年度2亿元。第五项农粮署及所属3000万元，108年度1000万元，109年度2000万元。以上仅参阅预算书第92至96页。第11款卫生福利部主管74亿5176万元，108年度39亿3926万元，109年度35亿1250万元。第一项卫生福利部39亿5196万2000元，108年度20亿7246万2000元，109年度18亿7950万元。第二项食品药物管理署5亿7300万元，108年度2亿4000万元，109年度3亿3300万元。
第三项国民健康署7亿7千万元，108年度3亿9千万元，109年度3亿8千万元。第四项社会及家庭署21亿5679万8千元，108年度12亿3679万8千元，109年度9亿2千万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96至103页。第十二款环境保护署主管51亿5519万4千元，108年度28亿8421万7千元，109年度22亿7097万7千元。第一项环境保护署51亿5519万4千元，108年度28亿8421万7千元，109年度22亿7097万7千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103页至105页。第十三款文化部主管157亿5171万2千元，108年度70亿4335万6千元，109年度87亿835万6千元。第一项文化部92亿4943万3千元，108年度43亿4507万7千元，109年度49亿435万6千元。第二项文化资产局50亿，108年度21亿元，109年度29亿元。第三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7亿8937万9千元，108年度3亿5937万9千元，109年度4亿3千万元。第四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千万元，108年度1千万元，109年度1千万元。第五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4890万元，108年度2390万元，109年度2500万元。第六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5800万元，108年度2800万元，109年度3000万元。第七项国立台湾博物馆1亿3800万元，108年度7800万元，109年度6000万元。第八项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4亿4800万元，108年度9900万元，109年度3亿4900万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105至112页。第十四款科技部主管125亿9019万8千元，108年度62亿3134万9千元，109年度63亿5884万9千元。第一项科技部116亿7019万8千元，108年度57亿7134万9千元，109年度58亿9884万9千元。第二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4亿3609万5千元，108年度2亿2603万元，109年度2亿1006万5千元。第三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4亿8390万5千元，108年度2亿3397万元，109年度2亿4993万5千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112页至118页。第十五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1500万元，108年度1500万元，109年度无列数。第一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500万元，108年度1500万元，109年度无列数。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118、119页。第十六款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6200万元，108年度2500万元，109年度3700万元。第一项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6200万元，108年度2500万元，109年度3700万元。以上请参阅预算书第119页。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第8款至16款预算提案。176案交通部轨道建设16项计划共178.52亿元，提案冻结该项预算20%。提案委员费鸿泰、赖世宝、曾明忠。177案交通部轨道建设都市推动捷运预算104亿5862万元，建议冻结该项预算1/10。提案委员林俊宪、郑宝清、萧美琴。178案
交通部数位建设项下交通支出预算编列201亿5949万9000元，提案减列5%，冻结5%。提案委员吴志扬，联署委员郑天才、林立禅。179案，台湾铁路管理局项下高铁台铁连结城网编列11亿9050万元，建议本项经费全数保留。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郑明忠。180案，台湾铁路管理局向下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预算编列74亿8269万2000元，提案减列3亿6869万2000元。提案委员徐玉仁，联署委员林维洲、吴志扬。181案，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编列74亿8269万2000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182案，台湾铁路管理局向下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其中票务系统整合再造计划编列3亿6869万2000元，提案冻结预算1/2。提案委员黄国昌、林长佐、高露。183案，交通部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向下完备绿能技术及建设编列13亿5000万元，提案冻结1亿3500万元。提案委员高露、徐永明、林长佐、黄国昌。184案，交通部轨道建设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向下新竹大车站平台计划规划作业预算240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提案委员徐永明、黄国昌、林长佐。185案，交通部轨道建设向下都市推动捷运编列98亿221万7000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186案，交通部轨道建设向下都市推动捷运计划中，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都会线黄线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预算500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187案，交通部轨道建设向下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万大综合树林线规划报告书暨周边土地发展计划第二期工程预算1亿4700万元，建议全数减列。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188案，交通部轨道建设向下台中捷运蓝线规划作业预算416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190案，随着交通建设普及，民众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每一回身障者外出，交通一直是最头痛的问题。近年台铁规划分阶段进行车辆改造及月台提高工程，将陆续把现有列车车厢更换成没有阶梯的无阶车厢，场站也把车站月台高度提升，达成无阶化乘车空间。为此，台铁无障碍改善工程完备，原提案要求台铁应于108年底前具体提出无阶化及残障无障碍改造计划启程，并应符合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之相关规定，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制。提案委员黄荣章、施义方、江永昌。191案，提案要求台湾铁路管理局应就诸多重大缺失如何改善之具体措施，维修保养记录以电磁记录登载，并杜绝篡改、伪造、变造可能性之措施，提出详细检讨报告，于3个月内向本院进行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黄国昌、林长佐、高露。192案，要求交通部针对如何借由前瞻计划预算提升高雄港区周边道路品质，以及如何加强养护措施，1个月内向立法院提出具体可行之改善方案与作为。提案委员赖瑞荣、联署委员钟孔照、江永昌。193案，
轨道计划攸关高雄市民交通便捷化、捷运路网建构以及优化空气品质等需求，原要求交通部持续支持高雄轨道建设发展。国发会及工程会议需列管追踪进度，并每季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提案委员赖瑞荣、联署委员钟宏照、江永昌。194案，中央气象局数位建设向下开放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编列11亿5800万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195案，中央气象局建构数位建设向下建构民生公共物联网海陆地震联合观测网计划预算11亿800万元，建议减列2亿7700万元，冻结50%。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196案，中央气象局向下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预算11亿800万元，建议冻结1/10。提案委员林俊宪、郑宝清、李坤泽。197案，观光局及所属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10亿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198案，观光局及所属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预算10亿元，建议冻结1/10。提案委员林俊宪、郑宝清、李坤哲。199案，观光局及所属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奖补助费9亿9850万元，建请3减15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00案，公路总局及所属绿能建设加速绿能科学城建制预算编列6亿8300万元，提案冻结1亿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01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改善停车问题预算37亿元，建议减列7亿元，冻结50%。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02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改善停车问题编列奖补助费37亿元，建请3减7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03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改善停车问题预算37亿元，提案减列3亿7000万元，提案委员徐玉仁、联署委员林维洲、吴志扬。205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改善停车问题编列37亿元，提案冻结预算20%。提案委员费鸿泰、赖世宝、曾明忠。206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改善停车问题预算37亿元，建议冻结7亿元，提案委员王玉敏、蒋万安、林立禅。207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提升道路品质预算编列80亿7700万元，建议减列10亿元，冻结50%。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08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提升道路品质预算80亿7700万元，建议3减1亿元，冻结50亿元。提案委员刘建国、陈曼丽、吴玉琴。209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提升道路品质编列80亿7700万元，提案冻结预算20%。提案委员费鸿泰、赖世宝、曾明忠。210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提升道路品质编列80亿7700万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211案，公路总局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提升道路品质编列奖补助费64亿7700万元，建请3减20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12案，公路总局及所属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安全预算3亿6500万元，建议3减5000万元，冻结2亿元，提案委员刘建国、陈曼丽、吴玉琴。213案，第一
底盘公车其车身设计让行动不便人士以一个跨步的高度就可以上下车，并提供最重要的渡板装置，让身心障碍的轮椅和婴儿推车都可以顺利上车。相关设备的操作非常重要，目前地方政府都定有低地板公车驾驶员服务身心障碍及其他行动不便乘客上下车标准作业程序，然实际使用状况往往都是没有确定固定渡板，严重影响乘客安危。交通部不应放任各地方各自为政，也不应该是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回应与服务。国家应该有一致的方向和措施，维护所有乘客的需要与安全。这点交通部公路总局应该责无旁贷。原要求交通部公路总局应于108年六月底前完成统整各地低底盘公车相关应用情形，并落实低地板公车驾驶员服务身心障碍及其他行动不便乘客上下车标准作业程序，完善大众运输无障碍环境之建制。提案文：王鸿章、施义方、江永昌。214案。为避免再度发生停车场闲置等相关情况，公路总局后续办理改善停车问题计划时，应参酌过往政府办理相关计划，严拟对策，应应地方需求，排列优先顺序，核实滚动检讨整体计划，以利资源合理配置及有效运用。提案委员：林俊宪、郑宝清、李坤哲。215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向下提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预算128亿8627万2000元，提案冻结60亿元。提案委员许玉仁、联署委员林维洲、吴志阳。216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向下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向下轨道技术研究暨验证中心计划，编列预算16亿8720万元，提案冻结10亿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17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向下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编列93亿3500万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产、孔文吉。218案。铁道局及所属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向下大台中地区山海线计划第一阶段暨彩虹线系统形式选择评估规划作业，编列1000万元，建议本项经费全数保留。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19案。铁道局及所属铁道建设向下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有关嘉义县民雄乡水上乡铁路高架化综合规划作业，预算300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20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向下都市推动捷运，编列业务费7040万元，建请删减704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21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乡下中南部观光铁路，编列业务费5500万元，建请删减550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22案。铁道局及所属轨道建设乡下中南部观光铁路有关恒春观光铁道计划规划作业，预算编列5500万元，建议全数冻结。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23案。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绿能建设向下前瞻技术验证及健全绿色金融机制2亿元，预算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郑天才、严宽恒。224案。原子能委员会主管前瞻技术验证及健全绿色金融机制，编列2亿元，建请删减500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25案。农业委员会水环境建设预算编列21亿5000万元，建议冻结1亿5000万元。提案委员王玉敏、蒋万安、林立禅。226案。农委会水与安全预算编列20亿元，
建议删减5000万元，冻结13亿元。提案为刘建国、陈曼丽、吴玉琴。227案，农业委员会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安全编列20亿元，提案冻结1/4。提案委员曾明忠、连竹人、郑天才、严宽恒。228案，农业委员会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安全编列奖补助费19亿7400万元，建请删减5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29案，农业委员会数位建设向下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2亿500万元，提案冻结1/4。提案委员曾明忠、连署委员郑天才、严宽恒。239案，林务局轨道建设向下中南部观光铁路编列4亿4260万元，提案冻结10/10。提案委员曾明忠、连署委员郑天才、严宽恒。231案，林务局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设备及投资10亿8000万元，建请删减2亿元，提案为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32案，水土保持局加强水库向下加强水库集水区保育治理计划水土保持及山坡地整治编列25亿4000万元，提案冻结20%。提案委员费鸿泰、赖世宝、曾明忠。233案，水土保持局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发展编列25亿4000万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高露、连署委员林长佐、徐永明。234案，水土保持局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发展编列设备及投资25亿元，建请删减11亿元，提案为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35案，渔业署及所属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奖补助费9亿3045万7000元，建请删减2亿元，提案为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36案，农粮署及所属建构公教体系绿能云端资料中心农粮资料中心设置整体计划编列3000万元，提案冻结3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程、李彦秀、李玉林、马文君。237案，卫生福利部公共服务据点准备向下整建长照卫福据点计划整建长照 ABC 据点编列46亿7200万元，提案冻结1亿元，提案委员柯志恩、连署委员蒋乃馨、陈学胜。238案，卫生福利部城乡建设向下预算编列36亿7196万2000元，提案冻结1/3预算，提案委员林维洲、连署委员林德福、徐玉仁。239案，卫生福利部编列39亿5196万2000元，提案冻结预算20%，提案委员费鸿泰、赖世宝、曾明忠。240案，卫生福利部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36亿7196万2000元，建议冻结5亿元，提案委员王玉明、蒋万安、林立禅。241案，卫生福利部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编列36亿7196万2000元，提案冻结50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42案，提案冻结公共服务，提案冻结卫生福利部公共服务据点准备向准备计划下1650万元整建照顾管理中心照管分站经费之1/10，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43案，卫生福利部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编列奖补助费32亿1929万1000元，建请删减200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44案，卫生福利部数位建设推动治安基础建设编列预算1亿8000万元，提案冻结20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黄昭顺。245案，卫生福利部数位建设向下保障宽频人权编列1亿元预算，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林维洲、连署委员林德福、许义仁。246案，
卫生福利部数位建设向下保障宽频人权预算编列1亿元，提案冻结70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47案，食品药物管理署编列预算5亿7300万元，提案删减1亿3700万元，提案委员林维洲、联署委员林德福、徐玉仁。248案，食品药物管理署向下食品安全建设编列1亿元，内容系提升食品云平台效能及强化向下边境通关管理系统效能提升，提案建议全数删减预算。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50案，冻结食品药物管理署向下食品安全建设预算1亿3700万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51案，针对食品药物管理署现代化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及教育训练大楼新建计划预算1亿3700万元，冻结50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臣、李彦秀、马文君、李玉玲。252案，食品药物管理署食品安全建设编列1亿3700万元，办理实验大楼与教育训练大楼专案管理及设计监造，提案冻结1/3，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53案，食品药物管理署与食品安全建设编列边境查验通关管理系统效能提升1亿元，强化卫生单位食品食安稽查及检验能量1亿8600万元，及强化中央食安检验量能1亿5000万元，提案冻结上开3项预算之1/5。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54案，国民健康署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编列7亿7000万元，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55案，国民健康署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7亿7000万元，建议冻结1亿元，提案委员王玉敏、蒋万安、林立婵。256案，国民健康署医疗保健支出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编列7亿7000万元，提案冻结7700万元，提案委员郑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57案，针对国健署公共服务据点准备整建长照卫福据点计划7亿7000万元，冻结预算50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臣、李彦秀、李玉玲、马文君。258案，社会及家庭署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6亿7229万8000元，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59案，社会及家庭署城乡建设向下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编列6亿7229万8000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婵、孔文吉。260案，社会及家庭署城乡建设公共服务据点准备预算6亿7229万8000元，提案冻结50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臣、李彦秀、马文君、李玉玲。261案，社会及家庭署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编列奖补助费5亿429万元，建请删减1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62案，社会及家庭署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编列4亿7800万8000元，办理整建长照卫福据点计划，整建长照 ABC 据点，提案冻结48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郑天才。263案，社会及家庭署社会福利支出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建设预算14亿8450万元，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64案，社会及家庭署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建设预算编列14亿8450万元，提案冻结2亿元，提案委员江启臣、李彦秀、马文君、李玉玲。
265万社会及家庭署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建设预算14亿8450万元，建议冻结1亿元。提案委员王玉明、蒋万安、林立禅。266万社会及家庭署社会福利支出之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建设预算14亿8450万元，提案冻结100万元。提案委员林维洲，联署委员林德福、许玉仁。267万提案冻结环境保护署环境保护支出经费51亿5519万4000元之1/5预算。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68万环境保护署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42亿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黄昭顺，联署委员林立禅、孔文吉。269万环境保护署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奖补助费40亿4000万元，建请删减4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71万环境保护署水环境建设向下水与环境编列奖补助费40亿4000万元，建请删减11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71万提案冻结环境保护署数位建设预算6亿5519万4000元之1/5。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72万环境保护署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预算编列6亿5519万4000元，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曾明忠、郑天才、严宽恒。273万环境保护署数位建设向下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预算编列2000万元，办理空品物联网产业开发计划，提案冻结1/2。提案委员曾明忠、郑天才、严宽恒。274万针对文化部数位建设发展数位文创编列办理国家文化记忆库及数位加值应用计划，国家文化记忆库计划经费8亿7171万2000元预算，予以提案冻结50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臣、马文君、李彦秀、李玉玲。275万文化部主管文化生活圈建设之奖补助费合计97亿2117万4000元，提案冻结20%。提案委员曾明忠、蒋乃馨、严宽恒。276万文化部发展数位文创向下国家文化记忆库计划编列7亿5571万2000元，提案减列500万元，并冻结10%。提案委员柯志恩，联署委员蒋乃馨、陈学胜。277万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推动超高画质电视内容升级前瞻计划编列预算13亿7000万元，建议冻结30%。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蒋乃馨。278万文化部城乡建设预算70亿3810万元，建议冻结2亿元。提案委员王玉明、蒋万安、林立禅。279万文化资产局文化生活圈建设编列奖补助费48亿913万元，建请删减10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鸿泰。280万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数位建设向下编列奖补助费7亿6535万9000元，建请删减2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鸿泰。281万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城乡建设向下文化生活圈建设编列4890万元，提案冻结1890万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82万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城乡建设向下文化生活建设编列4800万元预算，提案冻结1800万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283万国立台湾博物馆城乡建设向下文化生活圈建设预算编列1亿元，提案冻结2000万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路、黄国昌、林长佐。
284案，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城乡建设乡下文化生活圈编列预算4亿元，提案冻结2225000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总。285案，科技部数位建设向下建设下世代科研与智慧学习环境编列奖补助费39500000元，建请删减10亿元，提案为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86案，科技部向下建设下世代科研与智慧学习环境建构云端服务及大数据运算平台28亿元预算，提案全数冻结，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蒋乃兴。287案，科技部非营业特种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加速绿能科学建制预算编列28亿7218000元，提案全数冻结，提案委员蒋乃兴、联署委员陈学胜、柯志恩。288案，科技部向下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加速绿能科学城建制预算编列28亿7219万8000元，提案冻结9亿5740万元，提案委员许玉仁、联署委员林维洲、吴志阳。289案，科技部向下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加速绿能科学城建制预算编列28亿7219万8000元，提案冻结15%，提案委员高露、联署委员林长佐、徐永明。290案，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建构开放政府及智慧城乡服务编列预算7亿2300万元，提案冻结1/3，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黄昭顺。391案，科技部数位建设乡下推动国际产学联盟编列投资编列设备及投资10亿元，建请删减5亿元，提案委员赖世宝、费鸿泰、曾明忠。292案，科技部重点产业高阶人才培训与就业经费7亿8000万元，提案删减1/3，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蒋乃兴。293案，科技部编列领袖学者助攻方案预算4亿5000万元，提案删减1/3，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蒋乃兴。294案，科技部数位建设编列4亿3609万5000元，提案冻结1亿3609万5000元，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9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数位建设向下推动资安基础建设编列1500万元预算，提案删减预算2/3，提案委员徐永明、高露、黄国昌、林长佐。29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动资安基础建设预算1500万元，提案冻结20%，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蒋乃兴。297案，针对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数位建设向下推动治安基础建设编列6200万元预算，提案冻结1000万元，提案委员江启臣、李彦秀、李玉玲、马文君。298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向下数位建设推动治安基础建设编列业务费341万元，提案冻结2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黄昭顺。299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数位建设向下设备及投资编列5859万元，提案冻结20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严宽恒、林维洲。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休息，10点钟之后开始协商。
好，我们现在开始协商，请各位在会场的相关出列席人员保持会场的安静，方便我们的协商能够进行，请大家保持会场的安静。好，我们先从第八款，今天我们从第八款开始。好，从我们交通部主管的这个部分，从176案开始。176案是费鸿泰委员的提案。费委员不在，赖委员。这176案，这里面提案里面讲到的是16项计划，共178.52亿。这个指的是哪一笔预算？赖委员，你知道吗？我建议我还有个提案呢、啊，我是觉得轨道工业，我说案子呢，证明，这个案子等一下处理好不好？先等一下处理。所以176万。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类似的，就等一下处理了，好不好？不，所以这先不要处理吧。吴英磊，对啊，就178亿，不知道是在哪里，指的是。对嘛？所以我有个更完整的，400多亿的更完整。我的提案是说，轨道工业应该冻结50%，让他们交通部去跟现在所长这么多，有些人不要嘛，就跟他们谈完了，来这里做中央报告，然后 OK 了，我们就给他过这样。好，那我们逐案进行，176案现在是保留，现在进行177案，林俊宪委员的提案。谢谢主席啊、主席，我想请那个相关单位交通部说明一下哈，因为外界会关心、我们第一期的轨道特别预算43亿啊，那到底今年的执行率如何？因为当时在提预算案的时候，我看是到7月底啊，执行率实在是偏低了哈，不到25%，到今年7月底的，那到今年年底啊，我们第一期的那个轨道建设。捷运这个部分到底能够执行率提高到多少？这大家会关心，因为你明年的预算啊，几乎是倍增了。好，我是不是想请相关单位说明一下？来，是，来，好，市长请。那个我们现在估在年底轨道建设是90.45%，会超过90%。所以我想，包括就是说这个没问题。现在是81.03%，那最近都已经在付款了，会超过90%。好，那本期提案那我希望交通部在给我们交通委员会一个书面的报告就是你这个相关的执行的概况好，好吧？这边可不可以说，经同意那个经同意删掉，就是书面报告。好，我没有意见你给我们书面报告，好不好？好，那所以。林委员这案撤案，好不好？正好我们修正，就依照交通部提，我们请交通部提供，就是说相关的報告。就第一期的轨道建设你那个执行的相关概况因为执行力的部分那给我们交通委员会一个书面报告，这样就好。好，谢谢。接下来处理，在我们接下来处理178案。交通支出的这个部分，吴志扬委员一案3%，冻结5%，这个部分一共201亿。这部分按照我们昨天处理的情况，我们暂时保留，好不好？因为它后面牵涉到其他委员非常多的提案，好不好？我们暂时保留，然后回头过来下面的案子处理到182。交通建设、交通支出的这个部分，1到84案的时候再回头看来，这个部分一共怎么样子处理？好，再来第一幕、第二幕没有提案，我们第179案，高铁、台铁连接成网成功追分段的这个部分，一共19,000多万。来，赖委员提案，全数冻结。我就这样子全数冻结嘛，希望大家支持，好不好？还有另外一个案子，这个是取代刚才那个费鸿泰委员的一样的这个现在可以处理的，好不好？所以这一案
176啊。这不一样了，这不一样。这提案人，提案人。不是，费用他讲了一百多万，一百多亿我不知道在哪里的哈、哦，但是我把它算起来是400多亿的。四百多亿的轨道工业，它那先处理这条吧。这台铁的问题这么大，我希望是这条是全数保留的。这好，跟他让他们跟新任的首长谈好以后再来谈嘛。所以他的报告，我跟他们报告哈，成功作用是三手线已经在施工的，那现在这个11页，它的第一期已经执行91%。现在工程在进行中，它是在109年完成，总经费是15.41亿啊。这个在我知道包括卢市长也特别提到说这一个是继续做，那是有谈这个施工中继续做了、啊，不要再把现在冻结哈，我就觉得再等到那个会让这个进度有问题，就是这是已经施工中工中的，那就冻结一半吧。不冻结一半还是一样啊？你冻结一半还是？你不是这个新的嘞？什么叫施工中？我听不懂啊！这108年度的嘞？不是，这新的嘞？这是第一期。第二期的嘞？不，第一期已经在做了。第一期是3亿，11页执行91%，现在现场都在动工中。他现在第二期就是11.9亿，就是继续把它做完。先保留吧，好吧？先保留，不要处理施工中的。哎呀，先保留。不是，我不同意见呢。不是，等一下。所以你要求三，我要求全保冻结50%，不是？是不是？这个179，我要求全数保留嘛，就是全数冻结嘛。等到你去谈好了，给我们来做专案报告就放了嘛，这样子哦。你现在告诉我，我不知道，没有看到啊。来，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克莱委员提案全力推动，可不可以因为处理吧？好不好？主席，我建议冻结10分之1，好不好？因为工程在进行中，我是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我建议是冻结10分之1，这样好不好？而且我跟大委报告，这个是卢市长也特别说执行的，跟谁没有关系的，我不在乎谁当市长什么的了。这个钱，轨道工业的钱，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前瞻100%都向子孙借钱的了，能够少花就少花了，是这样子意思的，好吧？动十分之一了。好，第179万，我们冻结10分之1，然后怎么样？提书面报告之后解冻。我不行，来中文报告。我来中央报告了，这样好不好？你这里有讲说新任首长确认，那我们画个文让他们确认就动好不好？确认你来报告啊，你做中央报告啊。啊，市长他们市长如果同意，你还要再来报告什么？我不晓得，市长都同意继续，但工人继续，为啥还在报告？就是给跟市长没有关系的，你不要扯市长。类似保安欧北话，你卖插小一样。行了，我说欧北话。哦，没有，其他。什么欧北都不能这样子哦。那边的不要去，村等于了，那欧北记。你怎么可以骂我呢？我哪骂欧北记？不知道我叫什么。好，各位。各位委员，好，庄委员，我是不懂。你自己要，你的要不到，你这三裸拼东，你这三什么？我要什么要不到？你要什么要不到？你自己很清楚啦。要什么要不到？你告诉我。哦，啊不，你总懂啊。对啊，我现在提案。你都乱来嘛，你都乱写嘛，不你我屏东跟你什么关系啦？还没有到屏东嘛。我管你样，你就是敢动我屏东的啦。屏东来就讲。哦，什么都讲，啊，拢听你的。我屏东也听你台北的。好，庄委员。那你即摆是咧讲啥？好，委员，我们逐案进行，好不好？啊，我先甲你提醒啊，拄啊好就好。哦，你当作恁选尔，你要全部拢听你的。我屏东的你更加客掉，无我无帮你耍啦。我甲你讲，是你讲啥，我当我来甲你反对。现在不是好，那就处理吧。好，第179万冻结10分之1，到第一期会专案报告之后。的动资，我是建议跟他专案报告，因为你要安排专案报告很难，真的，这个是会影响到。我建议就是说让新任市长确定就来动，所以我拿他的文跟让那个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没有处理说要市，就是说市长同意之后得动资啊，没有这样子的比例啊。哦，他这里有写，因为他原来提案就是新任。
那我们怎么证明？到时候预算人家怎么证明市长同意？他要签名画押还是要怎么样？我们画个函到台中市政府，然后他们确定。没有办法用新任市长就说确认之后使得动之啊。我们在法律预算的就说审查也没有这样子的体力啊。我们授权让市长来同意啊，没有这样子的方式、啊。因为你状况排不出来，没办法等。你就书面报告 ，OK， 用书面报告，我把它写清楚，好不好？好不好？你在书面报告上面可以写明，好，就是说做了什么样子的沟通，然后谁同意啊？好，但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就是说由新任市长同意之后使得动之，好不好？那就改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冻结10%。接下来是。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这里从180案到182案，一共3案，有黄昭顺委员、许玉仁委员跟黄国昌委员的3个提案。好，主席，肖委员，各位同仁，这个案涉及到我们东部的整个台铁的购票系统的升级哦。那这三个提案都是指控，因为过去这个票务系统的不周延哦，让我们东部居民一票难求，这确实是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非常让人非常心痛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如此哦，我们台铁的票务系统已经10几年没有更新了，那好不容易现在第4代的票务系统要来进场，要来改善这个过去大家对于整个购票系统不满的这些问题。那同时啊，除了整个购票的软体系统的更新之外，这个预算也涉及到未来的一些硬体设备，包括一些自动售票系统。那我们台铁现在在东部有很多小站，是一人站，甚至是无人站，这些站体没有台铁的人工在那边卖票，甚至是可能是一人站的这些地方，他还要同时处理其他的业务，没有办法售票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建制相关的售票系统。那这个预算都在这个里面，如果说今天给我们冻结或者是删除，影响我们所有东部人买票的权利，这个提案删减的人，我觉得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是我们十几年没有更新的一个系统，对东部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案子，所以我在这边要请大家来考量到我们东部回家的权利，我们东部居民买票的权利，我们东部居民期待这个购票系统升级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权利。好，谢谢。这个部分的话跟各位委员说明啊，这一个话总的这个部分一共是74亿8000多万，在票务整合系统整合的这个部分一共是3亿6800多万。来，好，黄国昌委员。台铁针对票务系统必须要改善这件事情，大家就肯定，大家也没有问题。我们提案冻结的理由不是不让他做，是要确保他能够做好。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我们就简单的回想一下，当初在2011年发生了不幸的事故了以后，说要装远端监视系统，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支持啊，台铁也跟社会上面宣布啊，说我们有个远端监视系统啊，以后 ATP 关掉，情控中心都接收得到啊。结果到这次普悠玛出事了以后，大家才赫然发现说，当初花了那么多钱装了远端监视系统根本不能用，不是只有普悠玛没有接上去哦，是那个讯号多到在情控中心的调度员根本没有办法判读那个讯号，接上去也没有意义。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在问啊，说我们当初花了那么多钱建了远端监控系统，那怎么结果后来发现根本没有办法用？怎么样确保花了钱的系统能够发挥功能，是我们现在在思考整个台铁的改革，以及接下来台铁所提供的服务真的能够达到旅客他们回家的安全、订票的便利所需要思考的中心，而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就把钱给他们。第二个，台铁当初也说要建构后勤资源管理系统，花了4亿多啊，
大家也都支持啊，花了四亿多以后盖了后勤资源管理系统，结果才发现到今天都没验收，根本没有用啊。审计部前两天的报告，我相信台铁应该已经收到了，花了四亿多要盖系统，钱都给，大家都支持，那问题是没有好的控管，如今安在？钱给了啊，变成一个烂系统啊，更没办法验收，也没办法启用啊，放在那边徒有其表。然后我最近问台铁，台铁才跟我说啊，没有啦，没有那个后勤资源管理系统，我们其实后勤资源也做得很好。那当然后面的那一句话到底是成立还是笑话，社会可以检验嘛。但是现实上面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负责任的给他预算，就是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做好。那我们为什么会针对这个一点通会要求冻结部分的金额？我没有要求全冻哦，我只要求冻结部分的金额。台铁你们可以先去做，但是对于大家关心的事情，你们来立法院提出一个专案报告，马上其他的就解冻啦，没有要挡，没有要害东部的居民没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台铁把事情做好。那为什么会针对这个一点通？这个都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2018年10月8号，全部都是使用者的评论，输入姓名以后变成外新闻，站名也全部是外新闻。11月的日期跟星期全部都是错的。查询列车没有车次，没有列车动态选项。然后呢，一直闪退，台铁到底有没有在维护？资料一直转换中是怎样？订票速度慢到转到没有位置，一直当掉是怎么回事？使用余票查询一直转圈圈，明明关闭通知还一直通知，两铁列车网页显示逢周日停，但是的 APP 却不是这个样子，自己开发的 APP 也搞成这个样子，台铁能不能告诉所有的使用者，到底哪一个平台是一个可以信任、可以使用的平台？这些评论，厚厚的这一本，厚厚的这一本，这网络上都有啊，台铁都可以上去看啊。今天我们如果连动都不动，要求台铁针对这件事情汲取过去的教训，从远端监视系统到后勤资源管理系统，怎么样能够真的发挥它的效能，到本院来进行专案报告。专案报告我们大家满意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解冻啊。好 ，OK， 那个台铁要不要？那个还有提问，好，肖委员。我想刚刚黄委员提的这个远端监控系统，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跟票务系统是不一样的。那用过去这个其他硬体相关软硬体设施的不足来冻结，或者是甚至是有另外一个提案是删减我们票务系统的升级，这个是完全两回事。那现在票务系统的升级，现在软体已经开发完成，已经马上要来上线了。那来冻结这个系统之外，接下来还要做硬体的，也就是说这些自动购票的机器，在无人站的地方，在小站的地方，要来做机器来搭配新的系统的这个后续的设置。那这个预算的冻结，刚刚所提的这些都是疏失，但是远端监控系统跟票务系统是两码子事。那另外刚提到呢，过去的票务系统有订不到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系统的回应不是民众所期待的，这确实都是问题。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才要让新的系统赶快来上路。那今天如果说都冻结了，我们还要延后这个上路的时间，都是东部居民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原来预计这个团体票的购票新的系统是1月初，在过年前就可以上路。那个人订票的新的系统，第四代十几年没有更新的系统，3月就要上路。今天如果给我们删减，给我们冻结，都会影响到我们上路的时程。那我们已经等太久了，已经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烂的系统要赶快更新之外，我们还有后续的硬体设备在这个预算里面是要立即做处理的。所以希望这个部分，其他没有像我们每天都要买票，每天都在搭车的委员，希望你们能够体谅我们东部居民买票的辛苦，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现在对于新系统升级的急迫性。好，等一下，好，
请郑明忠委员。好，谢谢。我要请教代理部长哦，这一次前瞻建设里边，交通部所属金额高达581亿啊，金额非常非常的庞大，而且这些钱每一分钱啊都是举借来的哦。我希望啊，交通部要再透过这场合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啊，工程会对所有各部会的文字建设的内管，大户是谁？最大户就是交通部。过去从1994年到现在，交通部的文字建设高达100件，那已经解除内管了，解除内管是低度利用。到现在还继续内管有300件，这建设经费就高达202亿了。所以今天审查交通部的预算，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高达580亿，所以这里要求代理部长，还有在这内席的各部，你的每个局的局长，你们敢不敢在这里公开场合讲，说这580亿啊？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文字建设，因为我再讲一次哦，从1994年到2007年7月，交通部的文字建设高达100件，现在还有30件要继续内管，所以部长，你敢不敢讲？或者是其他的局长敢不敢讲？你这581亿。不会发生。那假设真的发生，部长或者所属的局长要负责任，敢不敢这样做账保证？假如做账保证，我们今天审这个预算，我们才有意义。谢谢。好，我们刚刚三位委员的意见跟提问，先请交通部先做回应，好不好？好，那个主席各位委员，我会先说明一下。刚已经。就是说提问刚刚的问题先让他们再回答，回答完了之后的话，大家有提问有疑问就是说再提嘛。对，我是全部都问完以后再提。没有，来来，好，我先说明一下哈，票务系统的部分哈，它这是107、108哈，就是台铁的四代票务系统，那它主要是做刚才几个委员所关心的，包括我们售票的软体网络治安强化，还有刚才萧美琴委员所讲的这个售票机，还有这个补票，就是在车上可以类似高铁那种补票的设施啊哈，还有一些备援中心啊哈。那我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107的4.8亿，这个花包以后，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明年的春节哈，第一阶段就上线了，就是它软体就做完，核心已经做完了哈。然后它后面还有包括决策支援系统，还有一些保固执行，还有这个花包以后到明年的付款都在这个前瞻的第二期，就是总共这个三亿多的这个部分了，就是等于说今年花包的明年会完工嘛，它明年的这个延续的这个付款的部分了哈，所以想说这个部分是刚才所提的。大家也谈到过去在什么抢票啦，票务没有效率，我们是趁这次来一次把它处理哈。那刚才黄国昌委员所提的，希望有一个报告，因为上次在那个107的基金预算已经要排一个在交委会专案报告，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也顺便报告，就不要再排一个来，因为这个是延续性，然后他付款也是延续性在付款哈，所以我是建议说在那地方我把这个主题，黄委员很关心说做的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哈。那曾委员所提的，我再跟曾委员报告哈。今年的前瞻预算，我们的现在哈已经预估90.45%执行率啊。那90.45%里面的确哈，在我们的建设计划是91.93%，那现在比较落后是规划的这些费用啊哈，这些因为我们在交通部审查是非常严格，这个委员会，所以这个地方是到规划会到40%，但是规划会钱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建设费用91.993%，然后规划会那部分大概40%，现在很多计划哈。像东港的线啊，南北环线，这个都是这个在审查的这个过程中在用，
但是很多都现在都送进来，准备明年初就审查了，然后，所以我们是 90.45。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交通部的公共督导汇报对这个也是弄非常严谨的哈，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在我们第一期有90%的执行力，那第二期都是延续性的，几乎都是延续性的，欸，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要依照这个精神继续往下走，这样是。我你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回答的是你编了581亿里边会不会成为蚊子建设？你执行力是另一回事，那些蚊子馆都有建成，执行力都100%。等一下，那个黄委员，是。我想针对这个提案哦，再说明一下。第一个，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半毛钱都没有删。第二个，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也没有全动。第三个，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就是要督促台铁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用，不要花的钱又不能用。那远端监视系统跟一点通当然是不一样的系统啊。可是为什么要提远端监视系统？为什么要提后勤资源管理系统？过去台铁花大家的钱，跟大家宣称有效益的系统，后来通通都没有发生效果啊！有谁负责吗？有谁就责吗？帮东部的居民找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这些事情可以不问责吗？这些事情可以不办人吗？事情的真相可以不查清楚吗？我一直都在做啊，我持续的都在做啊，就是做了这些事情了以后，那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支持台铁做好事情，不是无条件的给他们钱，是要监督好他们把事情做好。我想这件事情部长应该也可以肯定。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的来谈，要如何的让这个系统能够顺利的上线，然后跟冻结的本质不会相抵触。我们要理性的讨论问题，就务实的来谈。好，那现在来看，在这个3亿6000多万里面，系统测试编了2亿2000万，备援中心建制、治安强化、网路及语音分析编了1亿4500万。但是你们在这个指向里面，前面的大项分配数有2018年度跟2019年度，所以台铁说哈，明天要上线要付钱，这个我都了解。但是我对于公共工程采购合约最基本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上线全部的钱都给他，那这样子我们后面的担保到底在哪里？现在我就具体的问啊，吼，就是你们在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系统里面，108年编了24亿9200万，然后109年度是49亿9000万，在你们现在这个票务系统里面，按照你们现在跟厂商在缔约的时候所要支付的那个 tempo， 因为我们要的专案报告，其实你们1月做也可以，2月做也可以，3月做也可以，4月做也可以，只要你们来专案报告，大家对你们的内容满意了，没有人会挡，就解冻了。所以怎么样对你们契约支付不会产生困扰，冻结多少，整个票务系统还是可以顺利的推动，就请交通部部长还有台铁跟大家讲一个数字。我相信所有的委员都是讲道理的，没有人会去挡东部居民安全回家的路。那个，好，来，等一下，好，就是说这个部分已经充分说明跟讨论，各位委员同不同意？我们就在就是说逐案来做处理，好不好？好，你啊。部长没打完啊，我580亿，好，因为造成很多蚊子建设啊。事实上，我回答吗？我回答。这次过去的蚊子建设很多是在停车场啦，哈。那这次停车场是由以前是用乡镇提的，哦，那个张委员最清楚。现在是县市政府提的，所以县市政府是比较严谨的。我们现在也做，希望他先做一个整体规划，再往这边走。就不敢往这个。我再问个问题啦。我看起来是都 OK 啦。好，我们可以把部长。整个轨道建设34项，对不对？交通部的轨道建设34项，那我问个问题，你20项是建设计划，
确定的。那十四项是在评估的作业，对不对？在评估作业。我请教一下，这十四项是不是也是一定要执行？现在大概这样哈。我们最近就是县市长有换人的，我们画个稳了，我们就画稳了。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工程继续了哈。那在规划阶段，请各个县市新的县市长来表达意见。这个文现在也画出去了啊，确定。那我们想法就是工程已经做，你这么做一半，突然不做不行。所以刚才谈的这个十四项的规划作业哈，我们现在如果县市长不变的就继续，比如说这个延伸屏东线的规划哦，这一个部分，那像北宜的这个提速就要有新的县长来决定。这个部分我们做这一件事。那个是二十项里面还是那十四项？二十项都要进行了，那个都二十项继续执行。对啊，但是十四项规划作业的部分会再听对新的县市政府的意见。是。那这十四项不一定要执行哦，就看县市长。我们是这样，先审查过再执行嘛，就这样嘛。那现在就是。在走行政程序中，各县市长要不要继续走吧？就这样。那如果不愿意继续走，这个就撤掉。一个问题哦，你只有问县市政府哦，你那个可行性做了没有？还是一定要做？那十四项你都做了是不是？现在都要进行中。那还不一定啊，不一定可行啊，只是规划费吧？对。OK， 好。在走行政程序，对。那个我是不是跟黄委报告这样好不好？就说。刚很细的部分我没办法算出来，就是说能不能比如说冻结10%，我们做专案报告，可以，然后把细节刚才你讲的那些 tempo 那个这样好不好？冻结没有要的哈，其实只有专案报告，你冻结10%做专案报告，其他委员我不知道，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没有问题，那可不可以在交委会？因为可以啊，大会蛮行的，可以啊，因为等会我来处理，好吧？我们一案一案就是说来进行第180案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先处理票务系统整合再造的这一个部分。徐宜仁委员的提案全部删除，有没有委员同意？好，没有委员同意，有委员反对。好，萧委员反对，那我们这一案就不予通过。再来是黄国昌委员冻结1/2。反对。没有这个，我担心会影响到我们新的票务系统上线的进程哦。那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考量。刚刚讲的很多台铁的疏失、缺失，过去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问题。那说有没有人要负责？部长也下台了，局长也下台了。那不能够用我们的票务新的票务系统的升级来绑架哦，绑架我们新的票务系统哦，来做这些其他问题的解决。我们的票务系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提哦，要冻结1/2这件事情，我反对。好，萧委员，如果冻结1/10，刚刚我已经同意部长的提案啊，对啊，我刚已经同意部长的提案，我要的只有个专案报告，要确保这件事情上线了以后，如果不出现这么厚的，好，这么厚的抱怨。如果冻结1/10，有没有委员反对？可以了，因为黄昭顺委员他。提的是冻结，不是，我们现在在处理182案，他的那个在上面，等一下，就说因为他的那个是大包小，这个是小，我们小处理完才能够回来处理大，好不好？在第182案冻结1/10，好不好？然后交报告之后，然后使得动之。对不起，主席，刚刚说的是专案报告，在交通委员会。不行，一定要再联席。你一定要再联席啊！对，我们在处理预算，一定要再联席。所以只有在财政跟交通联席，是不是？对。没有，主席，我很担心这个专案报告的时程会不会影响到？第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分别在1月跟3月要来上线了。那我们1月是临时会，已经没有再做联席委员会的空间了。2月要过年，3月开议，可能都没有办法再联席会议再来处理。那现在因为交通部他的整个执行的这个进度跟预算需要使用到的这个进度的细节还没有给我们，如果现在就贸然去同意
冻结。那一月、三月，这个都是下个年初马上就要上线的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做影响。那在确认不会受到影响之前，我对这样子的一个冻结，我还是持保留跟反对意见。等一下，跟各位委员说明啊，我们这就是预算的审查案，所以无论就是说在冻结的这个部分的话，要院会交付了之后的话才能够审查。那我们今天联席会也的话，同样的也要联席会才能够做解冻的处理，跟大家做说明。来，黄委员，我再说明一下，这个是108年度跟109年度两年的预算，刚刚也讲得很清楚了。在契约给付的时程上面，根本不可能是明年一月或者是三月要把全部的钱给缴清的。如果今天我们的交通部或者是台铁去签的这种契约，那真的是丧权辱国，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守住。今天我们为了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做，我刚刚也讲了，部长开口说10%，我也同意了。如果连10%都要反对的话，那没关系，这个案就保留吧。来，所以我们要决定好。确定这样不影响到我们上线的进度啊？这个是不是可以确定不影响到我们新的票务系统上线的进度？就说如果这个部分冻结1/10 ，OK， 然后那这解冻的时间，明年一月或者是三月，大概都没有办法解冻了。都没办法解断。明年的一月、三月，明年的话，就说不知道这个联，就说召开这个联席会的时间是不知道。第一个是要院会交付，好，就是说他你们的报告等等就都完成，要院会交付联席会做审查才可以啊。就跟我们在今年的去年，好，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通过的前瞻一期，到今年的九月交付了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就说处理解冻。好，是不是可以先请部长讲最基本的问题啊？就是我刚问的一直也没回答，这3亿6000多万108年度跟109年度怎么分配的？我们在审预算，这个最基本的资讯总应该知道吧？今天因为你们编预算书的方式，只有前面粗的有分年度，后面细的没有分年度，就大家都看不懂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先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3亿6000多万在108年度跟109年度是如何分配的？因为刚刚主席也做财事嘛，你任何动的，我老实讲啦，即使都是108年的动个10%，确保他这个系统里面真的能够做好，这个才是大家期待的，没有人要挡这个系统啊。好，前面有90%的钱，前面前期款要付，绰绰有余啦。我再跟各位委员说明了，好，我们昨天在开始审查，原则上面好，原则上面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我们的删除跟冻结都是在第二年的这个部分，好，这是我们昨天的就是说原则，除非就是说有特别指定要在冻结或者是删除是明年的预算，那我们再来做决议处理，否则的话删除跟冻结都是在第二年的这个部分。我想所以等我特别举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其实我们票务系统我们在108年是编2.78亿了啊，那109是9000万，所以加起来是3.69。对啊，啊我动个10%，3000多万也是到109年，可你们108年全部要付的钱，一毛钱也不会跟你影响到啊，你动也是动到109年9000万里面的3000万，跟108年要上线，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好，谢谢。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充分讨论很久了，好，现在就决定第182案的这个部分冻结10%。然后到联席会做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支，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反对的意见？没有反对的意见，我们就通过这样子的决议处理。再来是黄昭顺委员的这个部分，在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的这一个部分，74亿8000多万，然后到冻结20%，请问有没有委员反对？大家都赞成。哎，这个不是刚才说明了，说
报告主席，我想铁路局是不是说明一下哈？那个黄委员提案的部分，刚刚我们有去跟黄委员做说明哈。那经过我们跟他说明之后，他有同意，就是把它修正。这是181案。哦，那是181案。对啊，181案是整个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的计划，74亿8000多万的这一笔。是，那就刚刚跟黄委员就是报告这一案了，他是同意修正为10%。好，他的这个部分呢，他也同意。来，罗委员。那谢谢主席啊，台铁啊频频出包啊，那你这次这个部分借由改善东部服务等等，就编了74亿。哎，74亿不少钱呢。昨天为了一个30几亿啊，讲了大概快1-2个钟头啊。那你是期待？你随便讲1-2分钟，这个74亿马上就立刻就通过了吗？你有没有告诉我，你花了74亿，你未来的绩效，你未来的效果在哪里？你来说明一下。委员报告哈，谢谢委员。这个74亿里面呢，刚其实这个票务占了3.69亿啦，就刚才哈。那其他的71.14亿就是电路智慧化。改善部分啊，智慧化也是电路的智慧化，电部位啦，电路计划。那这个电路里面含电力耗制电讯呐，电路、电力的我们电车线啊，第二个就是通讯啊，光纤，那另外一个就是耗制。我想这个三个都是主要我们行车的重要项目了，哎。所以这个我们提出来改善未来的这个叫做前瞻计划的台铁电务智慧化提升计划，包括电务讯号，还有相关的耗制，还有这个中央行控中心是包含这个预算。你讲了比较，还没讲完呢 ，CDC 房还没讲完。你们要认真一点呢，哈！你看刚刚我们委员讲的都比你还清楚，你的主办的职务，结果我们委员一讲，都有系统、有条不紊，还随便讲几句就讲得很清楚啊！你讲了半天，哩哩落落，讲的什么电务，包括什么什么，讲也讲不清楚啊！你觉得这74亿花下去以后都没问题了吗？那我们就是台铁的需要紧急，目前要去改善老旧设备的部分哦。我们就是希望智慧化，这个经费投入之后，当然耗制电力、电讯、CDC 未来都是稳定哈、哦，让行车更安全、啊、我想这目标就是，我这个服务品质的提升改善呢、啊，是全国人民大家都期待的。但是你要注意啊，主席啊，我们要求啊，这个钱花了以后，后续这个钱。很多的钱呢，74亿啊，有没有确实花在刀口上？效果会不会达到？到时候会不会又出纰漏？来，有没有哪一个主办机关可以回答一下？我来扛起责任。我来说，那个大声一点。这样好，这个台铁电务智慧化计划是106到113，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了哈。那这一次是让它里面所建的东西，跟这一次像普悠玛也有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它有做 ATP 的地上设备的提升，然后这个耗制远端的这个监控，计酬计的双重化，还有行车调度无线。实际上，这个部分都是在做那个列车跟电线，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电线跟我们的中心的一些相关的提升，它是跟这个安全有关的哈。所以它是从它总经费是300亿左右，是从106就开始执行的啦。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有关于台铁。这个整个这个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已经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那我这边跟主席报告，就是说，可不可以黄昭顺委员这个提案跟黄国昌委员这个182的这个提案合并哈、哦？就是我们就是用刚才的10分之一的方式，然后做那个重要报告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就是以这个。票务的这个10分之一啊，票务系统10分之一这一部分来做这个结论。我的部分我同意啊，黄昭顺委员同不同意我不知道。好、哦、，OK， 好，我们分别来做处理哦。好，黄昭顺委员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好，在181案的这个部分冻结10分之一。Okay, 好，然后各位委员有没有反对的意见？没有。好，没有，就是说不是。他74亿啊，
然后这也是十分之一，总数，跟各位说明，就是说总数的这个部分，一共是74亿8000多万，里面内含3亿6000多万的票务系统整合的预算，所以如果74亿冻结10%的话，自然在里面就内含，票务系统。还是你的意思是，只要动票务系统，其他的这个部分不动？好。对，我想主席这要确定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两案要并在一起的话，就是针对刚刚三亿多的这个10%来做冻结，就合并来做处理哦。因为这个电务系统这个电务智慧化提升，这个跟我们整体的运行安全性是非常有关的，尤其最近又常发生这个停电，那后来发现是电缆老旧哦，那这相关的问题都是需要做整体的盘检那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对每天都需要搭台铁的这些民众他们的基本安全权益能够做一些考量那这两个案并案就刚刚的处理原则来做决议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跟好，那个主席，我支持萧委员这边因为其实我们都看出来，来自花莲的萧美琴萧委员是极力的在争取东部乡亲的交通建设那在刚刚大家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也勉强接受了目前可能就票务系统三亿多这边进行的动十分之一，然后做专案报告这样的处置。那我想黄委员黄国昌黄委员刚刚也已经表示他同意他的案子这样处理，而黄昭顺委员现在并不在这边。那我自己来自新北的树林这个地方我们对于这个交通铁路这个需求，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萧美琴萧委员这边的状况。所以我想是不是大家知道台铁要检讨，但是要做改进也确实是需要预算的状况下，那大家已经用专案报告这样的强度来做这个预算的处理了，所以是不是就回到刚刚在场出席的黄国昌委员同意的状况的那一个处置方式，两岸一起做那个票务系统三亿多的十分之一冻结加专案报告就可以了。好，各委员，我们181案、182案、182案合并，然后以182案为主，冻结十分之一，也就是3686万9200元。那然后到委员联席会报告之后，使得动之。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我们就照这样子通过。接下来是183案，好。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完备绿能技术及建设的这一个部分，一共是13亿5000万。好，投入委用委员的提案是全数冻结，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来，我想这边主要关心的是这个进度的问题了。好。这个比如说这边讲到出入面积，国家面积只占12%哈，然后效益目标担心会变成蚊子馆哈。我们这边虽然提全数冻结，可是我想可以改为冻结20%，然后一样提一个专案。那我这边就是提醒大家，其实前面已经有个专案要进行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透过这个冻结方式，透过其他专案的报告包在一起。我想对于台铁未来对于前瞻预算的使用跟进行的方式有一个比较密切的监督。好，那我提醒大家，因为前面已经要做一个了，不如我们这几个案子都从冻结的角度要求他们来做专案报告进行。这样来，交通部请做回应。主席委员，有关于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就是我们525B 还有106码头，525B 目前进度已经到50%，106已经到38%，而且我们后线土地招商的部分，目前已经有40公顷，有4家业者进驻了。那我们来讲，整个工程是希望在109年的1月到2月就完成，这个要赶上就是整个国产化的进度，所以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不要冻结，而且这些明年都要付给厂商的一个费用。好。我也跟徐委员说明啊，就是说各项建设的这一个部分，其实整个的就是说进度好，跟它的缓急状况会不一样。即便就是说同样排专案报告，整个在时程上面的情况有可能会有不同。那这样好不好？好，因为我们其实关心的是厂商进驻嘛，哈，冻结10%，书面报告。
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你们的进度情况如何。来，罗委员请。交通部说明一下哈，你花了13亿多，那、你的效益是在哪里？这个其他有3家以上进驻是哪3家？目前是4家：永冠、永诚、新享，还有天地，就是做叶片，还有做那个零组件的铸件的部分。好，那我们明年预定大概还有其他大概60公顷的一个会进驻，这个目前正在洽谈中。不，你们现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哈、讲都讲前瞻嘛，啊，你前瞻未来5年、10年对这个整个地区或者是产业发展或你们设定的目标究竟是在哪里？哦，主要这个是属于绿农产业嘛，哈、就像现在进驻台中港的天力，它是属于那个离岸风电的叶片，哦，叶片制造，它就是以后就是这个叶片会落实在台湾制造。然后呢，就是顺便以后就是我们可以发展到国外的一个进出，哦，所以这个都是蛮有必要的。这很困难呐、好，所以世界绿能发展的大概快15、20年呐、包括它的转换效率也好，它的效能也好，都是很困难提升的啦。那你刚说叶片，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可预计的天然灾害。你10年要是遇到一个强烈台风，好，假设是最高是几级？来说明一下，最高。目前大概17级。17级是啊，如果10年内来一个17级的，你这些东西会不会全部断光光？这其实有没有保险？就是在风机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规范。可以挡几级？就是有这种规范啦。规范怎么样？挡几级嘛？对不起，那个因为枫叶的设计的规范我是没有参与、但是我知道就是有这样子的规范。好，来，市委员，那个我要问一下港务公司，就是说你从那个规划设计这一个阶段当然会比较慢，但是你工程在发包跟施工了以后会后半段再执行，所以这时候你应该要解释一下说未来如果说动10%了以后对这个工程上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接受这动10%这样的情况是比较正确、我想就刚有人报告，就是说我们5A5B 目前进度是50%哦，那我们预定是109年1月要完成哦，那106进度是38哦，就109年2月要完成，所以这个13.5亿就是明年这些工程款就要支付给厂商哦，不然就厂商就会领不到金钱。好、以上。好，谢谢啊，谢谢。好。好，各位委员，我们来处理这一案哈、这一案冻结10%，改提书面报告之后就可以动支，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我们就通过。再来是第184案，好，新竹大车站平台，一共2400万，然后。徐委员全数冻结。我想主要还是这个进度的问题啦，哈，执行率为零，到10月的时候，好，然后你预算也增加，好，那到底有没有在做？那如果没在做，需要这笔钱吗？好，那是不是说明一下？好，好，那个徐委员，我跟你报告，这个是新竹在车站哈，它不做铁路立体化，那是做大平台。所以可以跨，这也是日本做的一个模式了。他现在那个最近的进度，他们报上也是到90%了，就是补贴新竹市政府做的规划，他90%过就是下一期就可以开始做了，所以这经费是没有问题的。跟徐委员报告。那一样好不好？就是我们还是关心进度问题哈，冻结一层，书面报告哈。尊重委员。好，冻结10%，然后提书面报告。好，第184案我们做如上处理。再下来是185案到189案，
好，这里都是都市推动捷运的这个部分，总经费总预算是98亿200万元，200万元。那个，等一下哈，你来黄。185万，因为是全案的这个部分，下面相关的这个部分，黄昭顺委员是冻结20%，然后有高雄捷运线跟万大线，还有捷运蓝线跟绿线的规划。好，那个187案哦，我们这边撤案。好，187案，好。徐永明委员撤案，再来一苏巧慧委员。好，主席哦，那我这边哦，我要针对这个第八款第一项第四目第二节，就是现在交通部主管的这个轨道建设、都市推动、捷运的这个部分发言哦。我想整个这个前瞻计划这一节当中，都市推动捷运的，一共编了这么多钱哦，其中和新北市相关的，有包括了三莺线哦，即周边土地开发计划40亿7147147万元，安坑线轻轨的这个部分哦。也有10亿2000多万元，那万大中和树林线的这个部分呢，也有相当多，还有淡海轻轨线，都有分别都有1亿多元。那我要特别来说明哦，也请恳请各位委员支持这个跟新北市相关的这其中四个预算案，尤其是刚刚虽然说187案撤案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万大树林线第二期工程预算。我想我本席来自新北市的树林哦，英哥这边，我们树林呢？从2002年的时候，台北县政府就着手规划树林地区的捷运系统新建可行性评估。那中间经历了这么多次环评计划审查，一直到2010年行政院才核定全线计划。但是第一期2014年就动工了，但跟我们直接相关的二期却因为财务计划迟迟没有核定，所以工程都无法发包，一直到今年的10月，这个财务计划好不容易通过，这已经是15年了。我们在树林这长大的孩子哦，甚至都觉得捷运已经是都市传说了，根本就是每次选举到了才会说捷运。我想在座也有很多来自树林的乡亲哦，刚好坐在这里，所以今天本来我看到说有把这个预算删除，或者是整体冻结也好，结列也好，本席都觉得我一定要坐在这里来向各位委员也拜托寻求我们的支持，说好不容易我们新北市的捷运，尤其是万大树林线这边，好不容易在前瞻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支援，我们非常感谢赖清德院长，所以恳请各位委员在这个部分不但不要减列，更也不要冻结，我们等太久了。这是我第一轮发言。好，谢谢。等会我们李坤哲委员、赖瑞龙委员、吴其明委员，之后罗明才委员。好，李委员请。谢谢。刚才听到时代力量针对187案有关于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万大综合树林线的相关的计划他们撤案。那我本来想要接着要听徐老师，本来也会说186案。他也会撤案哈，对啊。那我要提醒的是，台北的地下都是捷运线，高雄的地下都是石化管线。那相关捷运的推动，我们现在要除了红线、橘线之外，现在台铁的铁路地下化也顺利完工，我们还要进入第三条捷运来完成高雄初步的一个捷运网。我在这边要提醒时代力量。有关于这个186案相关啊，我们时代力量的市议员新当选的，在三民区跟凤山区新的时代力量议员，他们都非常支持第三条捷运。第三条捷运之所以重要，我要向各位来报告，它不是没有评估计划，它也不是没有经过交通部的一个相关的通过。这个评估计划已经是交通部初步的通过，现在已经送到行政院了，已经进行到这个行政流程了。相关的第三条捷运，它会经过重要的商业区、
生活区、文教区，还有相关的休闲设施。我简单的说明，它从亚洲新湾区的三多路，经过民族路、民权路、建工路、本馆路，到达澄清湖长庚棒球场。另外一条是经由前镇那边，前镇区公所，经由五角二路到卫武营，然后经过人口密集的阳明社区澄清路，跟澄清湖长庚棒球场到鸟松的神农路。时代力量的市议员、新当选的市议员，他们都知道这一条经过三民凤山的重要的捷运路线，他们是认为非常重要。我不晓得为什么台北的时代力量跟高雄的时代力量想法会不一样。这个我要恳请徐耀明老师哈，徐耀明委员，针对这个高雄的第三条捷运，对高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一条捷运，它是经由红线、橘线，然后经由第三条捷运这样一个重要的路线，串联所有的一个基本的捷运路网，好，再搭配台铁的铁路地下化，台铁的铁路地下化也是凤山到左营15公里，也新增了7个新的通勤车站，哦，高雄人的宿命哈，我们这几年这么努力，就是希望高雄的地下不要全部都是石化管线，我们也要基本的捷运线，我们不只要捷运线，我们是要有一个大众的运输网，捷运的运输网，哦，这是我们的一个要努力的目标。好，等一下，罗明才委员之后，好换在苏巧慧委员，然后之后是徐永明委员，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好，谢谢。好，我想高雄过去重工业城市了哈，那空污问题严重，那另外过去也几乎都是用一些机车等运去哈，那自从整个捷运红线跟黄线开始营运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人使用，现在整个营运已经上轨道哈，其实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那两条线路其实不够啊，从过去台北的发展经验，第三、第四条之后才会让营运上更好。那我们看到大台北地区其实在捷运网已经非常的便利哈，提供市民非常好的一个交通的服务，也提供整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真的期待是好不容易高雄争取到第三条的捷运黄线哈，而这三条第三条的黄线，它经过了周边服务的人口有将近100万人口了哈，所以它对于高雄的路网的形成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真的要拜托各位委员啊，能够大力来支持哈，让这一个预算能够尽快的执行，让更多的市民能够有便捷的交通网，不一定要他可以选择这个捷运，不一定要骑乘机车哈，那减少这个，那同时也可以减少一些空气污染的哈，移动污染源等等的改变。那另外就是让这个城市哈蓄积更大的一个能量了哈，在未来我们期待这个重工业城市的转型能够加速哈，让高雄，我想这是大家朝野各党派都共同期待的，然后让南部的高雄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真的要拜托各位委员，这个案子已经也送到了院长那边了哈，那很快的就会核定，那希望不要影响到他的预算的执行，让第三条捷运黄线串联这个路网早日形成哈，这个要拜托各位委员能够大力支持。好，接下来请吴其明委员。好，主席。首先感谢我们时代力量哈，我们徐永明徐老师哈，针对187案哈撤案，因为我们都知道捷运万大线2期哈，1期已经在试作了，那2期如果在延宕的话，势必影响到新北市通勤组的权益。捷运万大线2期，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哈一个重要的建设，未来这条线若完工，对整个新北市来讲是一大的福音。这条线未来还连接到桃园，是一个重要的一环，好不容易争取到，希望不要删这一条的预算，让我们捷运万大线2期能如期的动工，让整个新北市的交通网更加的便利。也拜托我们在座的委员都能来支持，谢谢。好，谢谢。接下来罗明才委员。来，谢谢主席哈。前瞻好几千亿啊，我发现今天讲的这个，如果有继续推动，把这些捷运的空间啊串联起来啊，这个才叫前瞻啊，所以这个没有道理去冻结它，也没有道理去删它啦。你看我们新北市400万的人口，再加上台北市200多万，桃园200多万，这是一个
大概近千万的一个交通运输动线。一个城市的伟大就是要有便捷的交通，让每个地方条条可以串联在一起。所以我刚刚看到我们本院的几位委员，包括苏委员、吴委员，大家讲的都非常有道理。万大综合树林线，我们怎么样把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整个串联起来，淡海轻轨、安坑线轻轨，这个尤其重要啊，因为我来自新北，我知道地方的发展，它这个做好了以后，是未来前瞻十年、二十年的规划，这个才是真正的前瞻啊。好，所以我想，这个跟所有的市民可以说是秋气与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等待，很多人就在公车站从小期盼，等，小女孩等到变这个大女孩，大女孩变少妇，少妇现在变奶奶了，这个捷运都还没通啊，所以这一条啊，拜托各位委员啊，我们要让它通过，这个不分党派的。好，所以我很支持刚刚几位委员的发言，我们冻结啊，也不要冻结，这个最重要的是哦，赶快施作，让人民可以看得到，让人民可以感受得到。好，所以请各位委员多多支持哈，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淡海轻轨捷运系统、安坑线轻轨捷运系统、桃园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啊，我没有看到的就是深坑捷运线的延伸，因为它离台北101啊大概十几分钟的车程，打造一个台北的后花园哦，让交通变得更便捷，解决一些空污的问题。如果再把深坑捷运线延伸的计划放进去的话，那前瞻我就给你们加一点分啊，不然的话事实上前瞻外界的这个质疑啊还蛮多的，但这一条我觉得不错，好，赶快做，谢谢。这一条不错。好，谢谢。等一下，苏巧慧委员发言之前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修正的提案，那请一并先做宣读。来，是谁读？是一方委员要发言。好，谢谢。现在没点的呀。宣读第一案。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预算轨道建设总经费高达422.468亿元，其中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编列93.5亿元，大多需地方配合执行，建议冻结该经费50%，并要求轨道建设经费之支用需先与新任地方政府首长沟通，获得共识再至立法院专案报告，获得同意后才予以解冻执行。提案委员赖世宝，联署委员曾明忠、罗明才、徐永明。第二案。有鉴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交通部第四目轨道建设第二节都市推动捷运编列98.221亿元，系用于办理包括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等重要轨道建设之用，而前瞻基础建设第一期预算编列5000万元，规划高雄捷运高捷南延屏东计划，预计2008年底完成。为查本期预算计划中竟未列入高雄捷运延伸至屏东之林园东港线、大寮屏东线等相关规划，显有严重缺漏，原提案全数冻结本节预算，视其重新检讨改正，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苏正清、庄瑞雄、林俊宪、郭正亮、施义方、周顺敏。宣读完毕。好，等一下我再补一下顺序啊，我们苏巧慧委员之后，陈赖委员之后的施义方委员，然后徐永明委员、费鸿泰委员、赖瑞龙委员，对不起，赖世宝委员跟庄瑞雄委员。好，因为按照顺序。好，那个主席，我举手那么久，而且这都我的案子啊，你就不让我讲？没有，就是大家。之前这样排下来还没轮完呢、啊、大家来修理我一下，然后你在最后让我讲。好，我总要讲一下，等一下这几个案子我们都讲得很清楚，执行率都是0%。等下到你对不对讲嘛，那到这个情况之下来、啊、到大家都希望有捷运，我们也支持，可是我们地方会发现说那执行率0%的时候，那可不可以问一下说那交通部目前情况是什么样子？徐委员，等会到你的时候
你就请你发言，好不好？下面请苏巧慧委员。来，我谢谢徐委员哈。那因为您刚刚提到的187案是万大树林县，时代力量在187案提到的是万大中和树林县的预算全数减列。那为什么会减？那他现在是撤案了嘛？那为什么会撤案呢？我觉得刚刚李坤哲来委员，刚刚来自高雄哦，他觉得很遗憾，说为什么时代力量不顺便连186案一起撤？我觉得李委员，这就是高雄比较不幸运的地方，因为187案里面有一位时代力量的委员是林长佐委员，那他其实也是万大树林县，他就是万大那个起头，所以他非常了解万大树林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个案撤掉。所以也许等一下哈，可以再跟委员沟通看看，说这个高雄也这么的重要，我们徐老师可以这样子，我相信大家一起把这个案子撤掉。刚刚已经讲了，捷运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我非常感谢罗委员这么善意哦，他也觉得说这个轨道建设是人类生活必要的建设哦。那我就不禁想起了之前呢，在这里这个丢水球啊，这个丢面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以为那个时候如果讲那个，我们应该可以进行的更快，要的更多。那尤其呢，我也想在这里留下一个记录，就是说我们现在都非常的认同轨道建设很重要，而且已经编列预算，而且我们现在还在为这个预算护航，所以新北市绝对不是前瞻预算的零元俱乐部。我想这个部分，罗委员，我们今天有志一同在这里，新北市的委员都一起来护航。我们希望等一下的种种的预算案，尤其是关于新北市的部分，都能够顺利过关，对吧？没错，新北市不是零元俱乐部，谢谢。好，谢谢，我征求后面要发言委员的同意，因为这个部分主要就是我们徐永明委员的就提案，能不能够先让徐委员来做一些回应？他如果就说同意撤案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下面的发言就不用再重复。不是啊，我也要讲了，徐委员请，这是我们提的案子。那你应该先让我说明啊，对不对？那我们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你的执行率都是零。好，不论是我们谈新竹前面那个案子，好，高雄这个黄线的案子，好，然后台中这边也是。撤没有用啊，我没撤也没用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执行率是零，那我们不能要求一下我们交通部解释一下啊，这预算就要让它过。我这边是可以改冻结10%，因为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来做一个专报。虽然目前还只是在规划阶段，前面也讲到哈，这个又要送到院长那边去。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经过这次选举，我们有很多新的民意、新的议员。好，这个案子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一个专案报告的方式啊，大家再来检视一下？我觉得这是有这个空间跟机会的。而这个也是对于市民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今天不要用那个来压我说啊，这个大家都要，大家要捷运，我当然知道啊，对不对？议员也是这样反应啊，啊，可是进度是零啊，到底交通部有没有能力做？第二个，那未来规划方向内容是什么？好，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求来做个专案不为过吧？那就像我前面提了，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专案了。那关于这些都会区的新的捷运的规划，我们这边是要求冻结10%，然后请来做专案报告。好，不让你有机会也做，可是我们也想知道说，那到底进度情况为何，实际的内容可能往哪些方向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关心这些哈，不论是这个赖委员啦，哈，李坤哲委员啦，苏巧慧委员，大家都会关心的，绝对不会说，如果拿来委员会，大家再来讨论一番，大家会觉得浪费时间吧？应该不会吧？好，这才是我们审预算的态度吧？好，刚刚列的修正的提案，还有庄瑞雄委员的这一节也是98亿全数删除，全数冻结。好，是不是请庄委员能够说明一下？谢谢。其实也是拜托向撤下撤多几案，因为每一案这个都是联动的啦，一个人撤，我这案没撤也没有用啊。我刚听了那么多我们都会区的六都的委员的高见呢，其实我都很敬佩啊，我都
跟你们支持，你们都认为啊，不管是高雄的或者新北的，都认为哦，我高雄地下希望都有捷运啊，新北的或、哦、台北市的都万大线、哦、啊，捷运安尼。台北还没讲、啊、台北啊，无我先替你讲啊，什么人要爱我拢甲恁赞成，因为为各个啊。你们自己选区的市民的一个福祉啊，啊，我之所以为什么会认为要全数冻结的原因，我全部支持，可是我全数冻结，看起听起来很矛盾，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你拢有，我拢甲恁支持呀，啊，我甲恁支持了，我屏东变无啊，我还要买，我敢不是安尼，新北我嘛一定支持，高雄市我嘛一定支持，我甲恁支持了，煞变我屏东无，不对。之所以我要求全数冻结的原因，就是说，交通部你有编预算了，高雄市政府嘛，啊对不对哈？你有编了伊，高雄市政府这个上诶，没有你要延伸到林园，我敢一点给你拍破坏啊！没有到林园，怎么会到我东港？怎么会到我屏东呢？但是问题就是说，高雄市政府他不是反对，他是因为屏东现在路线还没有出来，我知道，但问题就是讲。现在高十二月十二号换新市长哦，啊，昆子仁先共和会，我拢支持你高雄，啊，我的提案全数冻结，原因就是讲，哇，这哒哒哒哒，到时阵新市长来了，啊，伊若唔敢上嘞，啊，煞拄啊这条煞拄啊到林门尔，啊，你交通部要延伸到屏东的钱又已经给了，所以呢，我提冻结的原因是希望大家都有。我不是反对高雄跟屏东，这个本席先讲清楚了哈。啊，对啊，对我想敬爱的赖世葆委员，你对你想我想敬爱的前辈，甲你较大声，回信咧。啊，我拜托你的乡村咧，甲撮一下吼。啊，替阮屏东的乡村咧，甲你师奶，甲你感谢啦吼。啊，我以上做说明啦，就是讲咱新北甲高雄家，咱在不管是。同不同党的，我要跟特别说明一下，我全数表达都是支持的。但是我提这个案的原因是，我希望可以到我屏东来，合理吧？袂使拢恁都市的拢有，啊，我屏东的我甲整开我拢总无，啊，开什么玩笑？恁出去去用拍破，我等于用屁烂，白白心预算，结果会差这，袂使咯，哦，请大家谅解一下，是这个原因。好，我来整理一下顺序啊。等会费鸿泰委员，之后是李坤哲委员，然后是吴婉如，有吗？没有。好，那再来是陈赖委员。你不是叫我提吗？啊，喂，陈赖委员有吗？没有。好，另外提案的委员，对不起，提案的委员，还有赖世葆委员，是不是也请赖世葆委员说明？谢谢啊，因为我刚看到这个。我们的庄瑞雄委员用说明，我都没有说明了哈、哦。我的提案就是在轨道建设里面的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编了90几亿，这个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款吧？要不要？要嘛哈、哦。所以现在这么换这么多新的首长，啊、这个案子针对这90几亿，我的提案是冻结50%，跟。相关的首长谈完了，他们的意见，你们到我们这里做专案报告就启动了。按年年哦，就是针对这一项90几亿。第二个顺带说明了，刚才很多委员提的新北市这个我都赞成，所以但是我就是一个附带说，新的首长你们都要去跟他谈一下，这个要报告出来啊、哦，说不定新的首长他想法不一样啊。他觉得说他还要筹这么多的钱，一集体没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要去冻结，什么都不要，就是新北市这一部分通通给他过。但是，请你们跟新的首长讲一下，来跟他 talk 一下这个事情，让他有一点着力点，让他知道有这样事情。麦克兰是没有人啊，人家还不 appreciate， 那就奇怪吧，对吧？好，陈赖委员。其实每一个委员都为地方的自己的区域在争取我们这些铁道的预算。那我在这边也跟庄瑞雄委员有一样的心声了哈。比方说我们桃园的铁路地下化规划就到中坜而已，到平镇而已，就没有到我们的杨梅。那一样，我们杨梅选区的乡亲也会责怪我，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央执政的？啊，我们铁路地下化为什么不到杨梅？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铁路
地价化有没有分阶段？第一阶段到哪里？是不是第二阶段要继续要做的评估？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哈，因为往往偏乡会受到忽视，所以也能够体谅庄瑞贤委员有这样的心声，因为我跟他有相同的心声，在这边也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哈能够重视我们杨梅这边铁路地价化，我在这边大声疾呼哈，希望能够延伸在我们杨梅。以上，谢谢。好，施一方委员。我想那个谈一下那个台中绿线的部分哦，因为从彰化到鹿港只有客运，那跟私人交车的通行哦，那所以在每一次的假日里面，鹿港都大塞车。那鹿港也没有铁路，也没有更运量更高的交通工具，所以整个彰化要延伸到鹿港的规划，这个部分哈，我也要拜托徐永明立委哈，在189案能够撤掉，因为这个部分是整个改善哈，改善彰化到鹿港这个部分哈，它的大众的运输系统啊，这个部分。好，对，费鸿泰委员，谢谢哈，谢谢主席。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交通部的王部长嘛哈，这个希望你当部长哈。其实啊，因为我们台这边没有牵涉到台北市政府相关的预算的哈，我们知道台北任何的捷运呐哈，是地方政府是要有配合款的，对不对哈？不一定嘛哈，像其实台北市负担比较多，台北市曾经有最多55吧哈，50了哈，但是像高雄，我记得他盖的第一条线，中央是有两条线，有一条是全付，有一条负责75%啊，对每个地方是他的财政状况嘛哈，我们看到185案呐、啊。这个里面呢，从全我们现在讨论都在185万里面涵盖的这98亿的预算，这预算里面有的是规划费，有的是设计费，有的是土地开发，周边土地先开发的，周边土地开发跟私作哈，这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啊，已经进行到某一个阶段了。我想请教一下夏部长，因为啊，地方政府要有配合款。马上衍生了两个问题，捷运没有人不想盖的啦，就像每个人都想就要去住到地堡，可是住进去以后，你我们不要讲说你的贷款，你每个月的管理费你付得起付不起啊？好，那管理费就换句话说，像你捷运做了以后，第一个你可取代的空间有没有问题？第二件事情，你。营运了以后都是地方政府来负责，你这营运的费用能够 balance 吗？能够平衡吗？我想这些的问题啊，我想在座我们所有的委员们，大家都必须得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你一动工做下去，如果说只在规划的阶段 ，OK 的啊，让他去规划看看他的财力结构够不够，财务结构啊。够不够？然后日后的这个它的效率够不够让它维持啊？这我想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考虑哈。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请王部长讲，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几条线哈。第二件事情，像新北市，像桃园呢、啊、，OK， 桃园是郑市长连任嘛哈，我想他都考虑过。像新北市的侯市长，台中。高雄的都是新任的市长，我想你们必须得跟他们去协调，而且各地的议会的组成的结构也都改变了，所以他们的议会的态度是什么？我想，王部长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我们来做个说明，好不好？最后李坤哲委员，完了之后再请交通部统一做回应跟说明。高雄啊，南部啊。的大众运输网建立的梦想啊，说来都是泪啊。
我刚才已经提醒大家，高雄的地下都是石化管线了、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像台北一样，能够建立完整的、初步的一个大众运输网。纽约的地铁百年的历史啊，这是纽约初步的地铁路网啊，是经过了60年。台北的捷运现在10几条，然后一年又有新的，还有很多在规划的。台北的木栅线当初也是赔钱啊，然后你赔钱，然后你就不做了吗？高雄现在有红线跟橘线这两条，初步的亏损到这两年也终于有初步的盈余了。我们还没有形成路网呢，现在路网有初步的形成，台铁捷运化，我刚才已经向各位报告，15公里凤山、三民、左营有新的7个通勤车站。然后黄线为什么这么重要？时代力量的市议员当选，新当选的两位，他们都经过这三民区还有凤山区，两位都非常优秀，他们也都全力的支持这样一个大众运输路网，第三条捷运。屏东的相关的路网、台南的路网，都是跟整体高雄一致的。我想我们跟庄瑞雄委员，还有台南的立委，我们都有共同的梦想，就是高雄的大高雄，它是一个南部整体的一个捷运路网。我们也希望现在，在过去国民党时代被退回27次的延伸到鹿竹的案子，现在终于通过了。延伸到鹿竹，我们希望能够延伸到台南、高雄，我们希望相关的路网的形成可以延伸到屏东，可以延伸到东港，形成这样一个路网。我要提醒的是，台北的这样的一个万大综合树林撤案的，刚才徐永明老师也针对高雄的大众运输系统的都会线，他也释出了3亿，冻结10%，我也希望能够撤案，因为我要跟徐老师报告，可行性评估报告已经经过中央机关交通部核可，现在行政院要做最后的审核。路网都是一步一步的达成啊，一步一步的达成。哦，我向各位拜托啊。好，来，请交通部回应说明。好，我全185万哈，98亿里面，这全部都是工程款，进行中的工程了哈，包括什么呢？包括新北的3一线，包括淡海轻轨，包括安坑轻轨，然后也包括桃园绿线，还有高雄的冈山鹿竹延伸线啊哈。所以说，我想说这个是工程一下进行，而且这个工程，目前是大概90.45%的进度，所以我们是建议说这个是让它走。如果是冻结，我们希望说是提书面报告，因为在安排你在安排那种专案报，或是不要撤案，我是希望说能够撤案，这些。不需要报告，原因是地方政府跟刚才几个委员都是有共识哈，这个大家共识都在进行中的，就是说进行中在已经在进行了哈。那个186案的黄线部分，这个今年的11月23已经交部已经审查过了，然后它里面有两个子计划是在做高雄捷运的延伸屏东，一个是到东港，一个到屏东市的哈，所以这个是报告。这个因为他前面的规划现在是在付钱阶段，但是他已经是 OK， 所以下一期的5000万就是准备做规划那个部分哈，所以这个进度也是没有问题哈。我想要做，然后刚才会员所提的哈，我刚才有谈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现在工程进行中有20案，那因为你说工程前已经第一已经下去了嘛，就让它往前走，那有14个规划案就是在进行中的。那实施的规案，如果是县市长是同一个人，我们会往前走；如果不同的，我们现在已经发个文，请他重新看要不要再继续走行政程序。所以这个动作你们有在做，已经做了，是。对，部长，如果书面你们可以接受就对了，可以做。书面可以，书面我们把它写清楚，这样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先处理一下，好，看能不能处理起来，好，等。我知道，好，蔡委员，等一下，蔡委员第一次发言，好不好？蔡委员，
针对赖委员所提的这一个增八之一，那还有徐委员徐老师所提的219案，那因为这个有关系到我们嘉义，不管是嘉义县还是嘉义市的一个铁路高架化。那铁路高架化呢，基本上它主要大家目的大家知道，因为嘉义县市确实因为铁路的关系，变成所谓东西区，它的交通会打结。那水上乡、民雄乡一样有这样的状况。那民雄跟水上都是嘉义县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铁路隔界化料，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地方的整个交通。那目前当然，因为整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正在赶这一个可行性评估。那可行性评估如果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需要这个综合规划，然后这一笔5000万的这一笔预算就要下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大概要用冻结的方式，按那定义个解冻料，就是爱拖到明年底啊，拖到明年底。基本上这个工作会得拖到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我们嘉义县，嘉义县是在整个前瞻预算中，我们拿到的预算也不是很多，然后整个高架化基本上很白的所在立体化，黑龙差就多，区区的高架化，我想这行就卖到我们冻结，好，我较紧来者，嘉义区，嘉义区的高架化在去年也动工了，那我想这个政策是不分蓝绿的嘛，在嘉义市就是最典型啊，过去国民党的时代也争取高架化，那涂醒哲的时代也争取高架化，未来黄市长再回来，他过去争取的高架化，所以这个没有分蓝绿的一个工作啊，大家是不是这行就卖到我们冻结，好，我们也可以紧来者，好，我们先来做一下处理，好不好？那个罗源等会如果这部分你有意见再发言，好不好？现在刚刚的就是说一案的这个从185到189，还有两个列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如果在整个都市推动捷运的这一节里面，98亿冻结1/10。然后提书面报告，各位委员可不可以同意？好好，等一下有意见嘛，对不对？好，如果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那个徐永明委员这一个部分，还有庄瑞雄委员，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交通部都觉得可行，那为什么？不，现在没有交通部觉得可行，其他委员不一定，不是、啊。我是说，这里面是委员来做决议，不是交通部，交通部来做决议嘛？不是啊，如果交通部都觉得是联席会做决议，不是交通部做决议，我懂你意思，好好，我懂你意思。那我的意思说，连交通部都可行，觉得交个书面报告给立法院看，给委员会看是没问题的。那我们这个报告也不想看。好，徐明委员不同意，然后庄瑞雄委员也不同意。来，我讲解释，搞过啊哈。如果是提案人，我再跟在场的委员再详细、再简单、隆重、郑重啊说明一下。我会要求冻结，心情足简单。高雄，我甲你支持；新北、台北，我甲你支持；桃园，我甲你支持；台东也甲恁支持。恁大家靠底啊，拢地甜甜要断呀，臭鱼鱼要断呀。我冻结，我是干那甲恁要求讲，你本地交通部都编钱编林园到东港线、大寮到屏东线拢有编啊。但是高雄市政府即届规划无入去。我冻结的原因就讲一个，不是讲说我们拿不到，你们全部都没有，不是。我是说，等重新检讨案送上来，全部拢就全部都可以动资了嘛？哦，跟着我讲安尼合理吧？就是讲你规划重新再提出补偿安尼，我都拢无意见啦，一家人嘛拢无动到哦。我这是袂使恁总有，靠后尾就转去。咱讲咱都白白心一个预算，台北市的立委笑眯眯，新北市的笑眯眯，桃园痛甲，台中阁愈爽，高雄的嘛安尼爽甲拢安尼，出拢会可惜啊。屏东两手空空转来，我开什么玩笑？所以我就很简单，我这个很简单，我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全数冻结，但是我只是要求重新检讨并提出，就这么简单而已。哦，好不？得安尼尔。好，罗委员，好，尽快。那个，我想请教部长哦，你刚讲到说淡海轻轨、安坑轻轨哈，它的进度现在是90%几了，是不是？
八十几还是九十几？那个淡海第一期现在在旅刊呐、啊，应该是九十几。哎，第一期，那现在这里淡青海是淡海第一期，就是。太谁了哈？老远我查一下，是不是部长话让我公刷，也让一并给他回复一下。就是讲我都要公刷，你就给他回应啊。我公刷就是讲一并把我，就是您拢有拢无要紧啊，把我那个零到我。生活一日圈嘛，一日生活圈嘛，高雄到屏东嘛，顺便把林园东港线、大寮屏东线，你只要把我纳入我屏东，我全部拢改支持，太多都较清楚了，好不？好，等一下，罗委员，罗委员，你把你的问题一问完，请交通部包含庄委员的就说问题一并做回答，好不好？谢谢、哦，不要一问一答。交通部问题一次一问。你刚刚讲说淡海轻轨的进度已经是90几%了嘛，哈？啊，安坑线的进度呢？对不起，把你的问题一并问完。好，我们待会请他一并回答，好不好？多少？因为他刚刚我听他有在报告。罗文继续。其实我们神预算是这样啊，我们发现进度已经90%几了，你没有理由去冻结它了。你很多事情啊，做到一半怎么冻结？你来部长讲九十几了。那个现在这样哈，淡海第一期现在就是今年底嘛哈，那第二阶段就是。部长等一下再回答好不好？请罗委员把所有的问题一并提完。好，你刚讲的就是连庄委员的问题一并回答。这个进度已经到90几了，你没有道理去冻结它、啊，也不能停了哈。那本席是觉得，你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些必须要做的，你们自己要主张啊。第一个。赶快做、哦、不要耽误了大家的期盼嘛哈、哦！赶快做好，这个交通更便捷了哈、哦。所以本席是主张啊，这个部分你们既然是交通部，你赶快刚刚其他委员有问题的，你们想个办法。因为刚庄委员他特别提到他的屏东的部分，你要纳入考量，或者你们赶快给他一个承诺嘛。你考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嘛，你们多用一点心。关心一下屏东，那至于做不做，那是另外一个专业的评估嘛。所以我是建议说，这个部分卡在那边卡很久了哈，是不是？啊、哦，可以过的就让它过了，哦，不要再耽搁时间了。那其他有个别委员，你们可以好好跟他赶快跟他协商一下嘛，好不好？好，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是不是要有问题要提问，是不是？还是你要表达意见？我要跟庄委员说明一下啊，就是这个。第三条捷运黄线的计划，在第一年里面，我记得8500万嘛，这个相关的预算里面就有5000万是要做延伸到屏东的相关的子计划。我知啊，但问题我今麦要讲的，爱甲拉进去，交通部有编钱，我都知道。今麦是高雄市政府送出来无啦，昆泽，你听我意思。我嘛知啊，你一定买。好好，两位委员请坐。好，两位委员请坐。我要简单说明一下啊，就相关的大众运输的计划、捷运的计划，都是要先经过评估计划，不管是中央补助、地方补助比例多少，然后再送到交通部来做审查。交通部审查之后，再送到这个行政院来做审查。好，那我们现在对于相关延伸到屏东，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但是在目前还是要经过相关的程序，还是要你做出可行性评估，送到交通部，交通部再送到行政院。哦，我要提醒，就是说相关的大众运输路网哦，不是买冰箱买电视，所以我们明天把电视、冰箱通通都买进来，它是一个有顺序的一个规划。我刚才提醒过各位，台北的捷运嘛是做要30年，做到好全台湾的新线到要死。然后纽约的地铁百年历史，他做了60年才有初步的路网出来。高雄怕变阿固红线、橘线、台铁捷运化到现在的第三条黄线，也总算有一个初步的路网出来。这东西就辛苦的路了，就辛苦的路。所以庄瑞雄委员，咱都继续拍拼了，替南部来拍拼了。我来困住，我都要借你的时间啦，无也不要我讲啊。我知影捷运唔是买冰箱，唔是买电视。我佮如果讲的捷运买来到屏东，嘛唔是买槟榔甲买维苏比，安尼好唔好？但是问题是，我讲的意见甲你同款，可行性评估甲他提出来得，现在连提都没有提呀、啊，到纳入我屏东的没有提呀、啊，我就是要求提你啊，安尼就较简单嘛。那交通部说明一下，好，谢谢交通部。等一下，请交通部做说明。主席，我的意思说完了之后，我们就做主席，好不好？
刚才李坤哲委员也讲啊，捷运是百年大计啊。啊，刚才庄瑞雄委员也这么多意见，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针对这个来一个专案报告，大家再来重新看一下。第一个，目前进度如何？好。第二个，如果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其他委员有这样的要求，那进去的可能性如何？好，徐委员，对不对？你请他们来做个报告会很困难吗？好不好？谢谢。来，是那个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你不能李坤哲讲话你都不挡，我讲话你就挡。有啊。啊，你这个主席是怎么当的？开玩笑，要不然呢？要不然你来当，你要不要来当？你来当，你这个部分你就重复你的立场，这个部分我们很清楚了嘛。这边几个案子好不好？对不对？那我也做修正了，所以交通部这边说啊也可行啊，结果你说还要处理可以，庄瑞雄不同意见，李坤哲回应，我这边来再提意见，不行，没有不行啊。我是苦主，我跟他们都不一样哦，我苦主。来，交通部。大家这样哈，就是刚才谈到高雄黄线，高黄线里面有一条是这个林园，就是到东港，还有一个到屏东啊哈。那他现在还在做可行这个规划，还在做规划。那我们交通部因为既然已经纳到前瞻，只要他规划报告出来，我们就会走前瞻的程序。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明年他们报告出来，然后我们会纳到这个后续的这个计划来进行，因为他现在报告还在做啊。哎，大家这样。所以我们同意，我们会同意说把这两条线哈、哦、纳到我们后续的这个计划里面，然后会加速我们的这个行程的流程，这样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改税啊哈，但是我甲主席报告，以前安尼改税，我部长你听看麦啦哈，你讲要纳进去啊？我嘛知你今年有编嘛，我都无讲你无编，交通部你很重视。高雄这个捷运高屏一日生活圈，所以编了预算给高雄市政府，结果庄委员拍拍手嘛，我敢回应这里，但是一样没事，不要再等一下再回应，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部分处理，好不好？我们先做处理嘛，处理。不是、啊、主席啊，来干，你们是一样的，我是财政主持的联系啊，这样子永远、啊、交通委会来的姚大芝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样子的话，同样的就是说我对庄委员的这个部分的话也制止嘛。我们现在来做处理嘛，因为对话来对话去，现在部分的话他没有办法有结果。我已经讨让大家讨论这么久了，你要不然就是大家讲到开心是不是？监督行政部门监督交通部，他既然有委员对于整体的计划有意见，请他们来做一个报告，不行？我没有说不行，不行也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交通部决定的，是大家决定的，所以要来处理，大家就同不同意嘛？不是这样子吗？好，支持主席处理啊。处理。好，我们现在全数冻结，主要就是说冻结的这个部分，有庄瑞雄委员的提案，有徐友明委员的，就是说提案。好，我先征求徐友明委员的意见，这个部分的话，您提就是说冻结十分之一。好，刚刚委员不同意。好，把冻结十分之一交书面。好，我现在已经退到书面了，让委员会了解一下你们进度如何。好。哦，内容如何？我相信这是最基本的。好，啊、部长一直点头，我希望大家能支持了。好，大家都很清楚。好、哦，徐委员的就是说提案修正的，就是说的内容。再等一下，我们由提案委员的这个部分来处理。庄瑞雄委员是全数冻结嘛？好，你愿不愿意？我也可以修正。因为刚刚大家冻结的，你拢才有10%嘛，对不对？哈，啊，我刚才要求补一项尔嘛。补一个，再给我检讨的补送，阿内尼亚嘛。交通部已经编钱给高雄市政府了，现在是高雄市政府才有权利来送这个案子嘛。哦，阿坤哲，你讲要规划可行性评估弄掉嘛，但都不赏你，因为今嘛拢通过，我担心要干哪一行。韩国瑜啦，搞北京给他上过南岭到屏东，我变安怎？我的问题就在这里而已啊！所以你们的我全部都支持。好，10%。庄委员，你也同意？但给我补送。你也同意，就说冻结10%。但是，然后这个要求的这个部分的话并入，对不对？你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要补送相关的，就是说延伸到屏东的，延伸到屏东的这一个部分，使得冻结。我先请问。
我先请问一下交通部，好，延伸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可不可以做得到？延伸的就是说评估。我是建议这个案子哈，就是在原来的预算里面哦。对，我知道，我说是不是屏东针对屏东高雄捷运屏东延伸线的部分，我们写一个书面报告，就针对这个，不要全部啊，因为比较争。对，书面报告不好啊，我不是要你报告啊，你都不用报告，我也没关系。不，书面报告也交代说他的时程嘛，时程案，比如什么时候可行性送完，不是你问题嘛，你们现在没有不要嘛。要把评估做好，不是评估的，是要把我屏东的纳进去。评估报告做好，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周伟，周伟，你那个要专案啦，你那个要专案报告才能解决啦。不是，因为你们现在可行性还没送出来嘛，所以我刚才在讲了哈，他们现在这里有计划，都是有一个研究的可行性报告出来以后再编进去，在这一期。好，那没关系。我丢，那安尼这我就比你较专业吧。好，你动作你就比我较牛。我跟你讲，你这么就可行性评估如果没有通过，我甘愿嘛。等一下，这么是你们愿意，现在是高雄市政府要不要提的问题啊？对，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你们有没有办法让高雄市政府？你们有没有办法让高雄市政府要同意？要提出这样子的评估报告。这个的确是我们本来刚才我谈到哈，规划案的部分。对不起，你就告诉我们，就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们能不能够让高雄市政府？你们有没有职权让高雄市政府同意要做这样子的评，做出来这样的评估或报告？你也跟我把屏东拉进去了。对，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讲清楚了，拜托了，拜托。好了、啊、好，有没有行政手段拜托？不，他拜托他不一定同意哦，那就不一定做得出来哦。好，除非他们有职权可以要求高雄市政府要做同意、啊。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好、哦。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大概大家没有办法有处理，我建议好，我建议好，大家来做决议，我们在185万到189万，好，除了第187案就是说撤案，好，还有新增的这两案，好，我们送院会然后协商处理。反对，主席。现在啊，所有的建设已经做到一半。首先，我表达反对冻结。那刚刚徐永明委员他讲说，请交通部提一个书面报告啊。交通部如果他这个速度那么慢，你5个月才提，那我不让你冻结。现在没有冻结，现在是全案都送院会协商处理。不要送院会，我们这边就协调，赶快协调好、啊。那现在就协调不出来嘛？不是。我现在处理嘛，你处理啊？你说他要冻结，你要交报告出来，你多久交出来？这样就说，你不要给我拖个几个月，那我就反对了、啊。这样啊，就说的确，是不是就是冻结10%？我们来提书面报告了。多，你书面报告要多久提出来？书面报告我们赶快写，因为这个事你不要讲那么赶快啊。来，你给讲一个时间，应该不是多久两天的问题。他们的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达到庄瑞雄委员的要求嘛？他没有办法要高雄市政府交通部提出评估报告了嘛？你故意不提呀、啊？对啦，那韩国瑜等一下就说了，因为韩国瑜今天没来。我们那个两个礼拜就提，两个礼拜多久？多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交报告。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还要送协商，那不是很奇怪？不是专案报，我知道书面啊。我们后来没有要求你专案啊，两个礼拜交书面啊，冻结5%，冻结10%，这不过过水而已。啊，这个我们还委员会没办法形成决议吗？两个礼拜是这个报告，你的报告呢？他的。徐永明委员的报告，你也可以两个礼拜做出来吗？他讲是我的报告了，报告讲。那你再讲哪一个报告？那个徐做不出来啊。不，徐委员谈的这个10%，那个我们就是冻结10%，我们提书面报告嘛。两个礼拜以后也不能，也没有办法解冻啊。我们也不能够就说今天停掉，两个礼拜以后再来审这个预算啊。书面就不过了。提书面报告。要三读之后才有解冻。的进行了、啊，这个在前面通通都讲过了，好，所以如果不同意，那要不就表决，好，要不然就要送院会协商嘛。
那我建议不要表决嘛，因为这个案子到院会协商的时候还是会再提出来嘛，我们今天在这边表决也没有用嘛。好，所以我们全案，我刚刚讲的全案送院会协商处理，做最后的决定嘛。好，那那个主席我接受，那交通部送到院会协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你赶快把你的报告交出来。罗委员，我们让提案的委员先做说明好不好？你没有提案，来我庄委员，我就很简单嘛，我就退让嘛。你书面这个，但是我先来动10%嘛，啊，你书面报告大概赶快，但你书面来搞要写清楚哦。我那个书面里面我没有说你交通部、交通政府不支持哦，我知道你们已经编了预算哦。我要的是因为高屏一日生活圈，你们认为有必要，我反而是支持你们的，但是。高雄市政府没有提出再来，因为你现在的是因为可行性评估规划弄全部阿北迄落嘛，所以你现在的高雄市政府没有提出，我可以接受嘛。我今嘛是讲你过来12月25换人啊、哦，我现在要求的是说你不能换人，你就到最后你们可行性评估做出来了，要南延到屏东。啊，结果韩国瑜跟你说不要。啊，我做全部拢。公德拢做，你高雄做，你台中做，你桃园做，你新北做，你台北市，闽东底下考安尼哦，不通吧？所以书面报告一定要给他加入这段。那你到最后没有提，你们已经有编预算了，你这个写进去没有问题。那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安诺路人阿伟酸后，所以阿伟提出来。但是你中央政府都认为高屏一日生活圈税率高安集齐，那我要的是说，再来的新高雄市长韩国瑜，如果没有去再重新检讨跟补送的话，我这条预算拍谁哦？都没有啊、哦。你这个必须要去做呈现，我这公委做有道理的人啊，好不好？好，拍手，是的，是的，是的。好，来，我们再做一次处理。我们185案、186案、188案、189案，还两个修正的提案。好，我们一共冻结啊，219嘞。没有，那个在后面。被坑好标吗？所以他是那个提案是有把他拉进来的。然后我们并案冻结在都市推动捷运的这个部分98亿221万7000的冻结10%，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含庄瑞雄委员所要求的，好，高雄延伸到屏东段。的这一个部分的评估报告，然后之后使得动资，各位委员同不同意？同意啊。好的。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我们就通过照这样子来做处理，好不好？各位委员，我们现在11:53，我们中午不做休息，然后继续进行。我们现在大家先用餐3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协商处理。早上的我有点
点到的，就是说。